实在就是 SUM。大家好，我是车易购的大伟，今天要来介绍这一台非常漂亮的 Wish， 2005年出厂，我们的售价是21.8万，我来带你们去参考超级漂亮 Wish。跟大家介绍我们引擎室，那引擎室它顶盖垫片都没有漏油的状况，而且引擎保持非常漂亮，好，变速箱也都没有漏油，那它这个年份也有在定期添加水箱精，维持得非常好。跟大家介绍这一台车的内装跟配备，那我们这一台2005年的 Wish， 它的里程是120,600。所以它是里程保证跑很少，一年大概跑不到10,000公里。那方向盘的部分它是有钛银方向盘，这是原厂升级的。再来就是它有另外再加装影音系统，那有卫星导航，那一些多媒体蓝牙系统，那有倒车影像，那冷气部分它有恒温系统，有 auto， 那有搭配手自排变速箱。我推荐大家来参考这一台车的原因，是因为它这一台车是只跑120,000公里，里程是有保证。那因为内装是保持的非常的好，你们买回去之后就不用再多花什么钱去整理外观、内装跟引擎的部分，所以你们可以放心来参考这一台车。大家介绍后行李箱的空间，那它后面这边是有一个防水托盘可以做使用。那如果说你没有坐到7人满的话，它这个椅子是可以打平的，你可以做很多运用。它7人坐轿式休旅车变化非常多，可以这样操作，那它椅子打平的程度可以到这边。这是第二种开法，要载一些长一点的东西，我们后座椅子都可以完全打平。跟大家重复一下，这一台车是2005年2.07人座 Wish， 那我们这一台车的里程是120,000多，有里程保证，那我们的售价是218,000，那邀请大家可以到我们车易购汽车来参考这一台车，谢谢大家。实在就是 SUM。